解，圆修、圆福、圆断、圆证，一切法，一一法，色一一法，色无量法，一切法圆顿圆足于一切的实相，是从你的佛性中流露。即便你还不知，你心有理法理外，还在外凡，可是你已经能够随喜赞叹，能读诵，因为你开圆解，就理路上解了，懂了，这就叫闻熏。听教法，天台宗入，天台宗入门呐、啊，天台合说啊，一直听，一直熏，遇到了就熏就熏。所以说，你看一切慧目丛林，这有讲的是二目；集诸药草讲的是上中下三种。干嘛呢？如其种性具足蒙润，这在讲草啊木。你是大圣木，你是小木，还是小树还大树？还是呢，大上中下的药草，你顺你的什么？顺你的种性，你自己知道这种性。你自己会蒙世尊所下的那个甘露雨，蒙那个润，然后你自己会随着你的性子各得生长。所以啊，大乘人不会去只称名说其过恶，称名赞叹其美，去说小乘人的善跟恶，说人家若好若恶，不会。但心里知道那不是我要亲近，他老在跟你讲说佛法就是一样的啦，佛法是一味的啦，好、哦、没有大小乘分别啦，你都不晓得怎么跟他说。你跟他说不是这样哦，他就会恼怒起来，因为那是他唯一所依靠的。你跟他讲不是这样，他会气起来。啊，你跟他讲是这样，会违背你的教说嘛，你的理解嘛，所以你是不共住止，不与同世宿，你甚至不跟他同一个寝室过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淡得自己的利益啊，看起来很舒服很自在啊，管你众生如何。哎呀，佛陀教我的是远离法，我在随顺佛所教啊，你们这些人都在人间游行，做的人间事啊，哎呀，不知死活啊，他还冷眼旁观你这样。所以你怎么能跟他共事同止呢？不能，因为我们的凡夫可能受他影响。你看他好自在，就在那静坐很自在，又很清高，你看看，又不用盖庙，也不用跟人家化缘，管你一张瓦多少钱，人家树下人住，那些居士踢本边盖便便给他住，多好啊。那开始就有居士去跟，然后他也就说，哦，这才是真佛教，你看看。这是真正的不拿金钱的师父，你看看，这还光着脚丫子走在地上，这真刻苦，你看看，他脱钵生活，你看看，他就起这个分别了。这样没关系，干什么呢？因为如其种性具足蒙润，他得好处就好了，我们都随喜，但我们随地不讲，因为我们这一讲了，好像他对我们错了。大圣错了，我们不能讲。啊，很好，阿弥陀佛。上次去那个柬埔寨啊，我们也去参观那个，你看看，果然了，你看看，去参观那个声闻人的那个南传寺院。哎，我们转身出来一对什么？一对那个南传出家人来了，我们看呢、啊，都是出家人嘛，我们跟他点个头，合个掌。他理都不理你，他看你像白衣还是怎么样，看你是透明人的，是这样子。我们心里只能觉得说，哎，你都做出家人了，对对，哪怕是对一个众生都不需要这样，他居然可以对一个我们这样子的出家人这么的轻视，这么的轻慢，这就是声闻人教。处处可看到这样，
我又没踩到他的袈裟，我又不是身边带着女众，我们都是男众在那儿啊，很怪异，很怪异的一群态度，这是他的种性如此。我们不会生气啊，也不会怜悯啊，他的因缘如此，他觉得这样才叫做修行，所以各得生长，但是也是佛的雨还是会下在他身上，各得生长。所以如来说法是一相一位，但是如来从来就没有说二乘三乘，也没有叫声闻人修成这样，但是呢他的种性就是在长成这样，他从来是一位，哪一位语啊？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就是一位一位大乘之语。所谓解脱相、离相、灭相，究竟至于一切种子，你看，以究竟介于一切。当然，他有解脱相，有离相，有啊。你，当然是有的。佛也像现解脱相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究竟至于一切种子。可是众生呢，闻如来法。若持读诵无所修行，所得功德不自觉知，所依者何？唯有如来知此众生种相体性，念何事？思何事？修何事？缘何念？修何事？缘何念？缘何思？缘何修？以何法念？以何法思？以何法修？以何法得何法？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的种性嘛？怎么办呢？那就佛陀闻。岂有众生闻如来法，众生要跟你讲法的时候，你才能听如来之法。你怎么听的呢？你怎么听的？那众生观察你嘛，他知道你思何事啊，修何事嘛，云何念，云何思，云何修，以何法修何法。这个时候他就说你相应的法，没办法，他的本心是一味一向一味的教法，可是只好放在你身上，你能听的只好除佛方便说，只好方便说了。所以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带所说因，你自己要有大乘性，你要有那种大乘性。佛观察你，你有大乘性，他才能跟你多大乘法。所以啊，你要诵《法华经》，无量劫以来你诵《法华经》，那无量无边的世尊。一一处于随你投身之处，你都会听闻法华经，甚至在梦中教你法华经，因为你就是这个法华根基。你要不，你还能不能怀疑，那回报就更惨了啦。你要起怀疑，那就一切完了。所以不随便说，但有因缘的，你真要来读诵。因为佛顺着你的意思也跟你讲声闻法，那么若持读诵无所修行，所得功德不自觉知，他的本意要让你最终成佛，但是你却闻变信受证入声闻果位，你也不自觉知啊，你还是具足了未来成佛的因缘呢、啊、因为你的佛性在啊，你听闻佛的是一味法语啊，只是他转成了声闻法给你听而已啊，你所得的真正究竟的功德，一位一法的功德，你是不自觉知的。你自知是什么？你自知你解脱，声闻解脱。那么大乘人呢？大乘人肯定知吧，也不一定全然知。我们今天诵了《法华经》，有多大功德，累劫说不尽，但我们也说不上来，两句话我们也说不上来，也是不知。不过声闻人的不知，在声闻法中自修不知，大乘法。我们在大乘法中的不知，这是适当的，因为它不思议，你只要诵持就好，这就是如说修行。他功德不自觉，这个不自觉知是得真实功德，这真正一位一向的功德的 不觉知。哦，那这样的话直了成佛的呀，这为什么直了成佛不自知而已，这不同，两种不自知不同。那这都是谁安排？唯有佛如
有有如来之众生总相体性，念何思，思何思，修何思，云何念，云何思，云何修，以何法修何法义，以何法念，以何法思，以何法修，以何法得何法。你要你眼前你指的是用什么法得什么法，那眼前因缘如此，现前就这样，我让你先得。众生住于种种之地啊，种种之地，你看看，三界有九地，这是就泛泛的讲是这样。其实他讲的是根性，根性不同地，你是声闻种性声闻地，你的缘觉种性缘觉地，哦，那么菩萨种性菩萨地，外道种性外道地，啊，你看对不对？我建这个庙的那圆净老尼师，他就是外道种性，那菩萨就要现外道的相给他，说是西方佛母，西方佛母其实是观音菩萨的这种示现身的，又是西方又是佛母，他就示现这个样，啊，但那个种性如此，但最终他回归信佛，哦，那么种种。所以住于种种性，所以以合法得合法，佛陀都知道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唯有如来如实见之，明了无碍，明了无碍。那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了，所以啊，就回到这个法，回到这譬喻来了。先说一段法，先说了譬喻，接着说法，法来我在合这个譬喻，在说了这个法之后，以法来合这个譬喻。如比惠木丛林诸药草等，你看看就众生了，惠木有大小二木，药草有三中下草，就把大小乘全部说完了。那么他们怎么样，我们都是哦，哎，我们号称大树你知道吗，我们学天台就号称大树，但一样而不自知善中下性，如来知识一向一味之法，所谓解脱相、离相、面相、究竟涅盘、常寂面相，终归于空。佛自是以观众生心欲而将悟之。重说了一遍，这跟前面完全一样。重说一遍，还是一向一味之语。那么呢，而将悟而保护他的信心，不要让他摧毁了对《法华经》的这个信心呢？万一就毁谤怎么办？所以怎么办？不急为说一切种子，不立刻跟他讲《法华经》或者佛性的真如的道理，不跟他讲。那么如等迦叶啊，甚为稀有，能知如来随意说法，能信能受。所以啊，迦叶，因为迦叶前面在第二卷的时候呢，自说临解嘛。自说灵解，就性解品上面，那自说灵解嘛，那他就现在就在这里赞叹迦叶啊，因为迦叶有标杆意义的。